欢迎来到魔法研究所，我是佳佳。开始之前，想要提醒大家，记得订阅我的视频和设置通知，这样如果我有新的影片和最新魔术消息，大家会马上收到通知，谢谢。今天跟大家研究的是 Keynote， 中文名字叫钥匙穿透，是 Seth Rice 的作品。魔术效果方面，一把钥匙刺穿一张钞票，但是把钥匙拿出来后，钞票是没有任何损伤。这一个魔术包含一把钥匙、一个道具和一个教学影片，影片长34分钟21秒。有一些东西大家要注意，不用自己制作任何道具，提供的道具品质非常好，可以马上使用。提供的钥匙是练习用的，表演的时候不一定需要用，因为表演时用到的钥匙和钞票都可以跟观众借，纸钞和塑胶钞票都可以使用，使用在其他纸的物品上也可以，但是我觉得钞票是最好的选择。影片详细教导多种不同的表演方法，有基本手法，也有进阶手法。进阶手法非常值得花时间去练习。影片提供魔术师和观众角度教学，我个人非常喜欢他们的魔术师角度教学，因为镜头非常靠近，所以可以很清楚看到每一个细节。钞票和钥匙都不用偷换，观众甚至可以在上面签名，因为从头到尾都是一样的。需要学会一些简单的手法，也需要了解表演角度的限制。影片中提到的表演心得非常实用，这一个魔术适合现场和镜头上表演。我个人觉得现场表演的话，效果会更强烈，因为可以直接跟观众借钞票和钥匙，也可以让他们详细检查。利用借来的物品表演，永远是最好的魔术。钥匙穿透就是一个好的例子。在这里，我想要感谢 Abstract Effects 的支持，让我可以为大家带来这一个魔术。他们还特别为大家提供一个优惠，如果你到他们的网站购物，结账前使用促销代码 Chinese Magic Reviews， 所有商品都可以有75折的优惠，千万不要错过哦！谢谢大家的收看，下次再见。